迎收看《给你点上新灯》。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，在2014年2月9日，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由中观堂举办的尊圣佛母大法会，莲生法王卢胜彦精彩的法语开示。尊圣佛母的形象，你观想清楚了，在持咒结印入三昧地，本身化为金刚手。化为观世音，化为尊圣佛母，你就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功德，可以利益众生。然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有很多的烦恼跟业障，其实烦恼跟业障非常的多。我讲一个笑话，有一对男女在恋爱，有一天他们第一次亲吻，男的就问女生，告诉我，除了我还有谁这样子吻过你？女的没有回答，男的又问，亲爱的，你说啊，我绝对不会怪你的。这个女的笑了一笑，我现在正在算呢，还没有算清楚，这个也是烦恼，这也是烦恼之一呀。烦恼之二，这个阿花问小英，你看像我这样年轻貌美的女性，如果到妇产科看病，找男医生好呢，还是女医生好呢？小英就跟阿花讲，要找男医生。阿花讲，为什么？小英就回答，因为他会全身各部位多仔细的看，不会草草了事。这也是烦恼之二，这个都是烦恼哦。你看业障吧，有一个醉汉不慎从三楼掉下来，引来路人的围观。一个严警过来问发生什么事，醉汉讲，不清楚，我也是刚刚才到。这个是属于业障啊。尊圣佛母的大功德力，它可以除掉一切的烦恼业障，能够破坏一切的恶道众生的种种苦逼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本身在这里学佛修行，主要要除掉一切的烦恼业障，跟啊，能够离开恶道的所有的弊害，所谓的三恶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这些都不能够影响我们。只要我们能够修持，能得到佛顶尊胜的光明，佛顶尊胜的光明，自然就不会堕落三恶道，也能够消除一切的烦恼跟业障。我今天告诉大家啊，如何真正的清净，如何真正的清净的方法。第一个是在我们的身体，在我们的身，身要怎么样？身要能够不动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活着就要动。为什么不能动？因为你动，你如果能够静止下来，能够很极静的入于极静，你才能够清静。你动了，难免就会有业障产生。那要佛就要动，怎么动？就是在你任何一种动，多在禅定之中的动，在禅定之中的动，就是清净的动。啊，这是一个大圆满法
重要的果决，你一切的举止全部都在禅定之中，你必须要修炼到不动。真正动了，就是在禅定之中的动，这样子就是最清净的身。另外还有一个口清净，什么叫做口清净呢？口最清净是什么最清净？不疑身空不二。刚刚我讲的所谓的人的身体的清净，是身空，身体的身跟空不二，把自己的身化为空，叫做身空不二。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身空不二，声音跟空是不二的。我们不能不讲话，但是讲出来的话都是属于空性的话，等于是咒语一样的空性的话，这样子呢也就能够口清净。最重要的是意念要清净。意念如何清净呢？因为我们的念头永远不止，没有办法停止你自己的念头，但是你不要执着那个念头，不要去执、去贪、去跟随那个念头，你这样子念头就能够清净。这三个法，一个是身清净，一个是口清净，一个是意念清净。身清净就是身体永远在禅定之中，口清净就是永远讲的都是善语，都是善语，讲出来都是善语，没有恶语、妄语、欺语、两舌，这样子避开了这样子的声音，就是声空不二。你所有的音就变成了空，叫声空不二，就是口的清净。念头的清净，你就是不执着念头，不攀缘念头，不跟随着念头，念头让它像流水这样子流过去，你就是所谓无念的清净，也就是念空清净。这是我们修行啊，瑜伽是要修行的方法。最重要的，身体空，口空，意念空，这叫做三空，就是身空啊、口空跟意念空，这三者最重要。因为这三者如果不空，一切烦恼业障都存在的，能够啊让恶道的众生种种的苦在逼在你的身上，更能使众生得到，这样子呢才能够让众生得到一切菩萨的同心护护，在现身之中不为疾病及所有苦恼事所障碍。我们修法修尊胜佛母的法，持尊胜佛母的咒，能够破一切地狱阎魔王戒旁生之苦，能够回向善道。如果有短命的可以得到长寿啊，短命的也就是碰到意外啊得到短命啊，你就可以得到啊，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可以得到长寿。持这个咒语啊，都能够灭除百千劫中的一切的罪业，所生之处常遇诸佛，乃至获得无上菩提，舍此生已记得往生种种微妙的诸佛刹土。若人能读诵此陀罗尼者，此人所有的一切地狱
畜生、阎罗王界、恶鬼之苦，破坏消灭，无有遗存。这个尊胜咒跟尊胜佛母的修法，可以讲是非常殊胜的。我们众生啊，最重要的要注意自己本身的身口意，你能够身口意清净，就能够达到像尊胜佛母一样的光明顶啊。这个顶上会产生光明，如来的光明顶就会从你的顶上产生出来。因为你身口意清净，身不动，口不言，念头不生，清净的时候，它自然能够产生尊胜佛母的光明顶在你的全身上面，你自己本身就能够放光了。莲生活佛曾说，每个人如果每天持诵高王观世音真经，必能逢凶化吉，消除诸毒害，所求如愿。台湾雷藏寺将在4月26日恭请莲生法王卢胜彦主持高王观世音护摩大法会，珍贵法缘，请您把握。高王观世音护摩大法会，台湾雷藏寺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各位观众，庆贺卢胜彦文集《对着月亮说话》这本书荣登点阅率最高的文章。由于读者反应热烈，意犹未尽，法王作家卢胜彦继续在写自己的情感，重量推出新作品《梦乡日记》，让我们圆梦着当代法王的梦。《梦乡日记》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各位观众，真佛宗根本传承上师莲生法王卢胜彦将在5月3日前往关岛主持尊胜佛塔开光安座，并且在关岛传授绿度母大法，碧绿的海洋将庄严关岛为净土。欢迎您密切锁定莲生活佛关岛行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红咕噜扬声心底梦。Thank you.